我现在哦，直接撕给你们看哦，这不作假哦。哇，好湿哦，后面的超湿哎、欸。因为我背很痛啊。哇，你好夸张哦。进来一点。贴布的脚都撕掉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身体太寒了啦。跟寒气，我们身体里面呢，什么时候会产生湿气？就是像现在的季节啊，然后台湾很热，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常常在下雨的一个国家。然后如果你常常进出冷气房，你想哦，一个东西它从很热的地方到很冷的地方，它会做些什么？它的表面会产生雾气，会产生水珠。相对的，我们的人的身体也是一样，它里面已经有水，然后你再湿气再进去，其实它会有点会把你整个人这样缩起来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当你的身体是那种比较紧绷的时候，你就会常常会觉得很懒、很慵懒，然后你的身体的水分过重的时候，你就会容易水肿。我觉得我有时候身体很酸痛的时候，我撕开来看，其实是真的没有水。嗯，但是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，因为它毕竟就是它还是拯救了我的酸痛。嗯，对，然后代表你真的就是可能太疲劳，而不是你湿气过重。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撕下来我的没有水？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你湿气没那么重，你撕下来就是没有你有那么湿。哎，我有一次，我那一次是完全连声音开播前没声音，就是我整个人重感冒，然后后来黄莺，后来黄莺出国还上了很多音阶。这个就是真的是把你的水气从你的体内拔出来的状态，这就是跟一般的贴布产生。的水气不一样，撕起来之后你会觉得你很轻松，很轻松，很轻松，对，真的就是很舒服，因为它里面石墨烯 ，OK， 你们知道就是石墨烯的效果，很多很多坐在很贵的衣服啊、裤子上面，我们今天是坐在这款贴布上面，它有加石墨烯的关系，它还有加了一些植萃的精油成分在里面，所以它是用贴的方式产生热感，然后促成你这边的循环，然后把你的水气给拔起来，就是你哪边不舒服就贴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很舒畅。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精油是还有添加马玉兰，我超喜欢马玉兰、哦、对，很多人喜欢马玉兰，我之前完全就是只针对找马玉兰成分的精油、嗯、就是因为我常偏头痛，嗯，对，那它是可以就是止痛的效果，嗯，对，那它里面就是有多种精油成分，然后其中里面的那个成分就是马玉兰，而且它还有姜精油跟乳香精油，还有佛手柑精油、薰衣草、冬绿树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精油成分。哎，以前我们都是出国去买别的国家的贴布，现在我们是带我们自己家的贴布。我上个月去日本药妆店用到他们那个新款贴布，我真的是辣到快死了，然后又痒到不行。我虽然一半就把它撕掉了，要不是那时候真的只有那一片我们家的石墨烯贴布，救了你的日本行，真的是救了我的日本行哎、欸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个真的很棒的商品，推荐给大家。对啊。